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hell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是专业的南加州房地产经纪。你是否正在考虑搬家买新房呢？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可以住在南加州 Disneyland 附近的房子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参观的新楼盘，就位于南加州城县 Anaheim 的联排别墅。那么它是非常靠近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迪士尼乐园以及 Angel Stadium 天使棒球场。那么现在就跟着 Shelly 一起去看房 ，Let's go。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的新楼盘叫做 Soul， 是美国最大的建商李纳尔所开发的。那么 Soul 是位于南加州神县 Anaheim 市繁华的白金三角区的中心，它的大社区叫做 A Town， 而 Soul 是其中的一个子社区。这个社区距离天使体育场、Disneyland 迪士尼乐园，还有各个餐饮、交通和娱乐场所仅几步之遥。 A Town 的 Soul 为三层楼的联排别墅，总共有三种户型，室内面积约1978尺到2299尺，3到4房，3.5卫浴，售价从72万起。每栋三层楼的建筑都有其独特的空间设计及概念。建商并在社区中心为所有居民提供了娱乐中心、游泳池、水疗池以及 BBQ 的烧烤区。此房所属学区为 Anaheim Union Unified School District， 而地税再加上新开发税大约为 1.7%， HOA 业务管理费大约在400出头。那么今天我要带大家参观的为它的户型3以及户型2。首先我们要来参观的是它的户型3，室内面积2299尺，4房，3.5浴，2车位的车库，售价从769997。一楼为2车位的车库以及一间带有步入式衣帽间的套房。现在让我们一起上二楼。开放式的设计让整个二楼看起来宽敞又明亮。
在二楼与三楼的中间备有一个洗手间。现在让我们到三楼看看。我们先来看主卧套房。主卧套房光线充足，通风良好。主卧浴室配有双洗手台、独立的淋浴间以及哺乳室的衣帽间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两间卧房，这两间卧房共同使用一间卫浴设备，这样的设计在这里我们叫它做 Jack and Jill。带有储物柜的洗衣房，增加了更多的收纳空间。再来，我们要参观的是户型二，室内面积约2100多尺，三房外加一个办公室，也可以把这个办公室改为另外一间卧房。3.5卫浴，两车位的车库，售价则从759,990起。接下来我们上二楼看看，在一楼与二楼之间设有洗手间。开放式设计的起居室位于二楼，并有精美的厨房和大型中岛用餐区，宽敞的房间让人觉得心旷神怡。接下来我们到三楼看看，三楼有两间次卧以及一间主卧室。这两间卧房共同使用一间卫浴设备。
洗衣房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主卧房，主卧房设有步入式衣帽间、双洗手台以及独立的淋浴间。看完 SOL 这个新楼盘之后，您的感觉如何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。虽然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迪士尼乐园、天使球场皆没有对外开放，但是一旦疫情结束之后，我相信它会更加的繁华热闹了。而且很多人喜欢居住在 Anaheim， 因为它是算一个中心的地带。无论它是到 Irvine 的湾，或者要到东区的 Diamond Bar、Golden Heights。华人集居的地方都非常的方便的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、订阅以及分享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IG、Facebook 加我的 WeChat。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